如果苗具有氪金段位的话，那今天这款顶配的，你觉得它是属于哪一个级别？开箱测评竞技王，首先是外包装，白色都显大气，然后打开看一下。发现者硬币竞技王二代，除了做工好之外，这款瞄具整体采用的是航空铝合金材质，宽带多层虹膜镀膜方式，颜色化是传统的黑色，5到25倍可变焦，上演示了确实是有点问题的，非常的清晰，5倍的效果，25倍的效果，采用的是目前主流的前置分化，优势是在变焦后依然可以为射手提供快速瞄准，而且无需考虑瞄准点和侧击点的变化。这个被称之为竞技王，如果你是一名高级玩家，一定要尝试发现者硬币竞技王二代。目前天花板就是这一款了，男人的快乐真的只有男人才懂。